啊！你看我在这边发现了小哥佩奇家的别墅和跑车，哎，这是红色跑车是吧？嗯，哎，咱们来看一下他家的别墅，哇，好豪华，你看看，嗯，这个是，这里面是谁住的？好像是猪妈妈和猪爸爸吧？啊，有一个柜子，还有一张床是吧？你看看，嗯，在这上面，然后中间呢？中间里面有什么？有个摇摇木马，还有一个婴儿床，椅子，电话亭，还有一个台灯是吧？嗯，哎，谁在晒太阳啊？在阳台晒太阳？小猪佩奇吧？佩奇在晒太阳啊？嗯，哎，咱们看一下一楼吧。哇，这个、一楼，这是餐厅嘛？嗯，哇，这个茶杯还有茶杯，好好看啊！哎、嗯，谁在煮午饭？来看看，来，看看看，哎，猪妈妈，哇，还有一个野炊篮子，哇，还能打开？哎，那个是冰箱是吗？你看看，嗯，还有个冰箱是吧？嗯，来，还有，哎，这边来看看，这个，哇，这是客厅啊，嗯，哇，乔治好像在这边玩耍，嗯，有三个沙发是吧？还有个茶几，哎、嗯，咱们来看一下红色跑车，哇，作者是谁啊？这个应该就是猪爷爷吧？猪爷爷应该坐着红色跑车要去玩吧？哎，是不是少了谁呢？的确好像少了猪爸爸和猪奶奶是吧？那个是什么紫色的衣服？哪里？哎，那边，哎，过去看一下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一个，应该就是猪奶奶吧？这个猪奶奶，你看看。嗯。还有那一个呢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袋子。我看一下。袋子应该把它们哎，掉了一个东西。哇塞，这个好像是贴画。嗯。佩奇家的贴画。猪爸爸怎么这？咱们还得找找猪爸爸，走，往这看上去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看看。哎，这个是谁啊？手表，是谁的手表？这个是里面有东西吗？咱们看一下。哎，没。哎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走，咱们再找找爸爸，猪爸爸，走。哎，那边有，走开，走开。佳佳，猪爸爸原来在这里，走，让他们一家团聚吧。好的。让猪爷爷，让猪奶奶坐在车上。然后呢？坐在一起。然后猪爸爸，我让他跟他猪妈妈一起煮饭。好的。坐好了，来，就这样坐后座，不能坐前面。哦、嘿嘿来，我看一下，来。哇塞，他们一家终于团聚了，是吧？